原标题：老照片，民国时身穿旗袍的北京美女，处处显得自信与妖娆。旗袍原本是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的一种服装，两边不开叉，袖长大约为一尺左右。辛亥革命以后，旗袍也渐渐的被汉族妇女所接受，并通过改良，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，在汉族妇女中流行起来。旗袍通过引进西方的工艺，从而更加合体。